重两件事情，那我们讲一百二十分经，那主要呢讲一百二十分经。那么一百二十分经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些坐穴的啊，比如说阴宅的一个精确的一个控制度啊，就是需要一百二十分经啊，一百二十分经啊，一百二十分经。那我们知道一百二十分经，我们知道二十四三啊，二十四三，我们先把二十四三呢啊先画出来啊，人子鬼畜庚寅甲卯乙辰巽辰戌巳丙午丁丁未空生未空生庚酉星庚酉星戌前亥啊，这个就是我们二十四三的一百二十四三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一百二十分经啊，那么一百二十分经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把这二十四三啊，每一个三呢啊分成五份啊，每一三呢每三啊每一三呢分成啊分五份啊，那么二十四个三啊，每一三呢分成五份啊，那么就是二十四乘五啊，就是一百二十分经啊，一百二十分经。那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子三啊，这个子三对吧，那么子三呢啊，我们把它放大对吧，那么子三我们把它放大啊，就分五份啊，一二三四五。那么我们在前面讲过，那么每一个三呢啊，它是十五度啊，十五度。那么每一三十五度，每一三呢又分了五份，那么每一个分经呢就是三度啊，每一个分经呢就是三度啊，三度啊，每一个分经呢就是三度，对吧？啊，每一个分经呢，就是三度，三度。那么这个是子三啊，那么子三呢，就是分为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啊，每一个三呢分成五份啊，比如说甲三啊，这个子三啊，子三呢分成五份啊，那每一份呢就是，也就是说每一个分经呢就是三度啊，三度。那么每一个三呢，它是总的度数呢是十五度啊，十五度呢又分了五份啊，那么每一份呢，也就是说每一个分经呢啊，它是三度，三五十五度是一个三。那么子三呢啊，就分了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啊，分了这么五份。那么这个癸三呢，癸三呢它也分为啊，癸三呢也分为五份啊，癸三呢啊，壬、也分了五份，一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啊，也是分五份。那么它每一份呢，也是三度，那、啊、三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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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么这个癸三呢，啊，它也是分了五份啊，那就是子，那就是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啊，那么每一座山呢啊都分为五个等份啊，均等的五份啊，这个呢画的不太均等些啊，分为呢均等的五份啊，均等的五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一个分经啊，那每一个分经呢也就是三度啊，每一个分经呢也就是三度。那么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分经呢啊，它起什么作用啊？分经啊，这就是分经。
那么佛在这个佛经里面呢，那么其中有一些佛经呢不可用啊，有一些佛经呢不可用。那么比如说啊，这个是孤虚空王啊，空王啊都不可用。那么可用的呢啊，只能用这个妄相啊，妄的啊或相啊，这个一个相啊，一个妄，那、啊、这两个呢可以用。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啊，那么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是孤啊，什么是虚啊，什么是空王啊，什么是孤，什么是虚，什么是空王啊，什么呢又是相啊，什么是妄啊，我们把这个呢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这个搞不清楚呢，你在分经这里面啊你就分不出来。那么一般的分经情况下呢，分经啊主要就是为了综合平衡啊，这个平衡呢这里面的平衡度啊，为了平衡度。那么比如说这代表它的代表就是三个房啊，老大老二老三啊，比如说甲子分经啊，或这个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啊，这分经呢总共是十五度。那么十五度呢它代表的是一四七房、三六九房、二五八房啊。那么其中比如说这个甲子啊，甲子里面呢是三度，是吧？甲子里面是三度呢，这三度里面呢全部代表的是三六九房啊，三六九房啊，对吧？那么在这个丙子里面，丙子呢也是三度，那么其中丙子里面呢有两度啊，这一共三度，它有两度呢，两度呢是代表这个三六九房，那么还有一度呢啊代表的是二五八房啊，二五八房。那么这个戊子啊，戊子这三度呢也是代表二五八房啊，二五八房。那么到了庚子，庚子里面呢有一度啊，有一度呢是代表二五八房啊，一度代表二五八房。那么这三度里面呢还有两度呢，另外的两度呢代表的是一四七房啊，一四七房。那么壬子呢，这三度呢也代表的是啊一四七房啊。那就是说分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啊。如果你在这个分界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分不好啊，那就可能是有的有利于一四七房啊，有的有利于二五八房啊，还有的呢有利于三六九房啊。那么为什么一家比如说有弟兄三个啊，或者弟兄五个啊，为什么老大老三老大是吧，老四老七啊，他呢比较富有啊，就是因为分界这里呢没有分好啊，比如说老二老五啊比较贫穷，老三老六呢也比较贫穷啊，就是因为在这里分经啊，分经这里呢没有分好啊。分经呢每一个分经啊它是三度啊，其中呢这个甲子这里的三度啊，还有丙子里面有两度啊，这五度呢是属于三六九房啊。那么丙子里面呢有一度，戊子里面的三度啊，庚子里面呢还有一度啊，代表的是二五八房啊。那么庚子里面呢剩余的两度，或者壬子里面呢三度啊，总共呢是五度呢，代表的是一四七房啊，也就是老大啊。这个就是分经啊。为什么有的弟兄啊，有的穷啊，有的富啊，就是因为这个分经的时候呢没有分好啊，分经的时候呢没有分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分经的第一个作用。那么分经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根据你这个阴宅这个或者说是阳宅根据一些地形地貌地形地貌，比如说那么这个地形呢，地形地貌呢看起来龙穴煞水或者像看起来呢非常有利于一四七房看起来外貌呢非常有利于一四七房。那么你在分经的时候呢，就要向二五八房和这个三六九房呢去寻找它的平衡去寻找呢它的综合平衡的点这就是分经的作用那么如果这个地形地貌外貌看起来呢非常有利于一四七房，如果你在分经的时候呢还是有利于一四七房那么就说老大老四老七非常的富有，那么二五八三六九房呢就显得呢非常的贫穷两极分化呢非常的严重。那么凡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们第四呢在这个分经的时候呢没有分好分经的时候没有分好而出现的问题
啊，问题呢就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1:20分均啊，把每一个三呢分成五份，对吧？每一三呢分成均等的五份，均衡的五份，是吧？那么每一份呢就是三度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把这三呢，我们分一下。我们从这个人、子、鬼，啊，我们先给大家分一下，看一下啊。我们都把这个分成啊均衡的三份啊，它是啊均衡的五份，一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啊，它就是均衡的啊。子呢也是一样啊，一份。两份、三份、啊、四份、五份啊，均等的五份，一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啊。我把每一座山呢啊，它下面呢都均等的啊，分为五份啊，比如说呢，这个是子啊，那就是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对吧？那么壬呢？壬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啊，也是子，对吧？那么到这个癸呢？啊，那就是癸丑，对吧？啊，都是均等的啊，分为那五份啊，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啊，每一个山呢，啊，都叫均分，那，啊，每一个山呢，啊，都分成了五份啊。那比如说，啊，你要分这个五山啊，五山呢也是五份，对吧？啊，五山呢，啊，也分为五份，对吧？那就是。甲午、丙午、庚午、戊午、壬午，对吧？一份、两份、三份、四份啊，五份，对吧？一个是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啊，也是呢，分成了五份，对吧？它是一样的。那么比如说你分这个亥啊，亥呢，那就是乙亥、丁亥、己亥。己亥，对吧？乙亥、丙亥、己亥、己亥啊，在这里是癸亥，对吧？啊，都是均等的啊。那么每一份呢？啊，那这个数字上说的话，每一份呢就是啊，每一个分均啊就是三度，啊，每一分均三度啊，1:20个分均啊，那就是360度啊，就这样的，这就是分均啊。那么分均呢，什么分均可以用啊？什么分均呢又不可以用啊？这个就要学我们根据这个先天八卦啊。每一个山有五个分均啊，那么有五个分均呢，其中有三个分均啊都不可以用啊，不可以用。那为什么不可以用呢？我们是啊要根据呢先天八卦啊，先天八卦啊来去判断法啊。比如说啊，我们先天的乾卦啊，先天的乾卦呢啊叫乾三连啊，乾三连，对吧？乾三连啊，也就是说乾三连，对吧？啊，它的符号呢，三个横杠，对吧？那么这个呢，最底下这是初爻，这个呢是中爻，这个呢是上爻。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初爻啊，或它的上爻。那么在这个卦里面，它的初爻啊，是不是阳爻？是不是阳的？阳爻，对吧？那么最上面这个上爻啊，是上爻呢，也是阳爻。对吧？那么上爻是阳爻，初爻啊也是阳爻，
啊，那么就是犯了羊，犯了孤，对吧？犯了孤，那这个呢就叫孤。那么我们知道先天八卦里面的那家啊，乾呢，乾那家，对吧？那家里面乾那它是甲，那么甲呢啊，它就犯孤啊，甲呢就犯孤。因此呢，比如说在这个子里面是吧，那么子里面有，子里面有一份两，一份两份三份四份啊，五个分经，那么是子里面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啊，那么他这五个分经，那我们现在知道啊，那么乾卦纳甲啊，乾的纳的是甲，那么乾呢犯的是孤，那么甲呢啊就犯孤啊，那么甲呢这个甲子啊，那么这个甲子呢就不可以用啊，犯了孤，是吧？那么在甲子里面就不可以。那么比如说这个午啊，那么就是。对吧？那么就是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对吧？那么午那附近呢，也是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那么甲呢犯孤啊，因此呢，这个甲午呢也不可用啊，在分经里面呢，他犯了孤。啊，反正也不可以用啊，对吧？甲午、甲子，那么甲里面呢，那么就是申里面的甲申，对吧？那么子里面的甲子，啊，辰里面的甲辰，对吧？那么寅里面的甲寅，甲寅分经，对吧？那么午里面的甲午分经。序里面的甲序啊，那么因为甲啊，它纳甲于乾卦，乾呢犯孤啊，因此呢，甲子、甲申、甲辰、甲寅、甲午、甲序啊等等啊，它都是犯孤啊，因此呢，这个甲啊，它这个甲子、甲午、甲申啊、甲序啊这些呢，它都是犯孤啊，不可用啊。那还比如说这个申啊，对吧？那这个申啊，那申呢，分经呢就是一个啊，甲申，对吧？丙申、戊申、庚申、壬申，对吧？那么其中里面的甲申。啊，不可以用，为什么？啊，甲申呢，甲犯有孤，啊，不可以用，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啊，寅也一样，甲寅啊，对吧？一样的，对吧？那辰也一样啊，甲辰，对吧？都不可以用。嗯，那么我们再看啊，这是乾卦啊，乾卦呢是犯有孤，对吧？乾那甲，甲就犯孤。啊，我们再看坤卦。坤六段。前三连坤六段啊，那么坤六段呢就是断开的。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朱爻，朱爻，上爻，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朱爻呢，是阴，对吧？两杠嘛，对吧？那么一个啊是阳，那、两个断开的啊，那就是阴，对吧？那么它的朱爻啊是阴，那么它的上爻呢，也是阴，对吧？那么它是两个阴啊，
那么两个音呢，我们就叫啊虚啊。两个音啊，那就是虚。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孤啊或虚啊。我们刚才说的孤虚空亡啊不可以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孤啊，这个呢就是虚啊，虚呢也不可以用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库呢，库纳什么？库纳乙，库纳乙对吧？啊，库纳乙啊，那么乙呢啊就不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星对吧？星。那么就是乙星，丁星，己，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有啊，对吧？那么就是乙、丁、己、辛、癸，对吧？那么就是乙酉，对吧？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是吧？啊，乙丁己辛癸，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反正我们说，这个乙呢，啊，犯有虚啊，犯有虚，因此呢，这个乙，啊，乙酉啊，也不可用，啊，也不可用，对吧？那还有没有这个未，对吧？未呢？啊，可以分为乙未，对吧？丙未、己未、辛未、癸未，啊，它的分析啊，就是乙未、丙未、己未、辛未、癸未。对吧？那么其中乙未呢？啊，它就是虚啊，孤虚的虚啊，也不可以用，对吧？也不可以用啊。那么就在分经啊，所有的分经里面，我们现在一个知道是甲啊，不可以用啊，包括甲子、甲申、甲辰啊、甲寅、甲午、甲戌啊，这不可以用。那么乙呢？包括乙亥、乙卯、乙未、乙巳对吧？乙酉、乙丑，对吧？都不可以用啊。那就是说，甲呢是孤啊，比如这个甲是孤，那么乙呢是虚，对吧？孤或虚啊。那么我们现在看了一个孤，一个虚。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乾、坤啊。我们再看离卦。离卦对吧？离中虚啊，就是离呢，中间是虚的啊，两面两个是实的啊，中间是虚的啊，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离中虚啊，看一下它的初爻呢，初爻啊，是不是阳爻啊？中爻，我们再看看上爻啊，它的上爻呢？啊，也是阳爻，啊，它的初爻啊或它的上爻呢，都是阳爻啊，两个阳爻，那么两个阳爻呢，它也分有孤，对吧？啊，也是孤，啊，两个都是阳的，没有阴的啊，就是孤。那么我们知道离呢，纳甲又什么？离纳壬，对吧？离纳壬。对吧？离纳壬寅午戌，对吧？那么壬呢，或甲呢，
也是为孤啊，那么人啊也是为孤啊，比如说这个啊人无啊，一个是甲无丙无庚无戊无壬无啊，这个壬无呢人啊他也是犯孤，对吧，也是犯孤啊，还有这个人生，对吧，啊他也是犯孤啊，那么这个人呢就包括人生、人子、人成、人言、人武、人序啊，那么这些呢啊都是犯了孤啊，犯孤，那么我们他都犯孤啊，都不可以用啊。那么在这个一百二十分经里面啊，每一山呢分了五份以后呢，现在我们知道啊，甲不可以用，对吧？乙呢啊不可以用啊，人呢不可以用啊，一都是啊，甲人呢都犯了孤啊，那么乙呢犯了戌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对吧？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乾、孔、离、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坎卦啊，离中戌，坎中买，对吧？坎呢，中间是买的啊，两面呢是两个虚的，中间是买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上爻啊，初爻是，初爻呢是阴爻，对吧？中爻、上爻啊，上爻呢也是阴爻，对吧？那么上爻或初爻呢，两个都是阴爻啊，阴爻啊，阴爻或阴爻呢啊，它就分有虚，对吧？虚啊，那么我们的坎看哪什么？看哪癸申巳辰，对吧？那么坎哪的是癸申巳辰，癸对吧？看哪癸申巳辰啊，因此呢，分经里面的癸呢，凡有戌啊，它是戌啊，不可以用啊。比如说啊，乙丁己辛癸的这个癸酉啊，因此乙酉。癸酉啊，那么就是乙未啊，这是癸未，是吧？啊，每一座山啊都区分啊，甲人啊，那么阳阳天干呢，甲或人啊就是孤啊，阴干呢乙啊或癸呢啊就是戌啊，因此呢，你看这个戌呢就是乙啊，还有一个癸，对吧？乙癸，那么这个呢？就是甲或人，那因此呢，我们在风水上有一句啊口诀呢，就是甲人为孤，甲人为孤，乙癸戌，啊，也就是说，一百二十分经里面啊，一百二十分经里面，甲人啊，那就是孤啊，不可以用，那么。乙的里面，那阴干里面呢，乙或癸呢也不可以用啊，也不可以用啊，犯有戌，那一个犯呢孤啊，一个犯戌啊，这两个呢都不可以用啊。那么这个孤或戌呢啊，它就是根据啊先天八卦啊纳甲啊以及先天八卦啊爻与爻啊直接推算出来的啊，推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在一百二十分经里面，我们把这个分经呢分出来啊，分出来以后呢，比如说这个寅啊，寅呢分了五份，一份、两份、三份、四份啊，我们写大点，五份啊，对吧？寅那就是甲寅，对吧？丙寅、戊寅、庚寅。人赢，对吧？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甲人为孤啊，那就是说甲赢啊，还有这个人赢啊，这两个呢犯孤啊，犯孤，对吧？一个甲，一个人啊，他犯孤呢不可以用啊。那么在这五个分经啊，分经里面呢，有这两个呢是不可以用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阴干的阴干里面啊，这个乙的啊，你看一下阴干里面，乙有
丁酉、己酉、辛酉、癸酉，对吧？那我们已经知道乙癸呢为戌啊，那么就是乙酉啊、癸酉犯戌啊，不可用啊，这两个呢不可用啊。那么剩下呢中间这三个呢，是不是都可以用呢？啊，也不一定啊。我们在下节课呢，我们再继续分啊。我们在下节课呢再继续接着分。好啊，这节课呢啊，暂时就到这啊。好，再见。好，我们刚才呢讲了这个戊或戌，那戊或戌，那我们推出来呢，口诀呢就是甲人为戊啊，乙癸为戌啊，这就是我们口诀讲的甲人为戊，乙癸为戌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啊讲了一个乾卦、坤卦、离卦、坎卦啊，讲的先天八卦的这四个卦啊，就推出来一个甲人为戊，乙癸为戌啊。那么戊戌呢，我们一般我们都不用啊，这些分镜呢都不用啊，我们把它擦掉，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啊，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啊，就是甲人为戊，对吧？甲人为戊，乙癸为戌。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乾卦、坤卦、离卦、坎卦啊，讲了四个卦。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再讲一下啊震卦啊震。啊震阳雨啊震阳雨啊。那么它的初爻呢是阳爻，阳对吧？初爻呢是阳爻，那么它的中爻啊，阴爻啊，上爻呢也是阴爻，那么初爻呢是阳爻，上爻啊是阴爻，那因此呢是阴阳交配啊，阴阳交配。啊，或者是阴阳相配，对吧？阴阳相配啊。那么震呢，哪什么呢？震纳艮，亥卯未，对吧？震卦呢，纳的是纳甲呢是纳艮啊，纳的艮啊，还有亥卯未啊。那么天干呢是艮，那么艮呢，我们从这里推出来看啊，艮呢它是阴阳相配啊，因此呢，艮呢。啊，是可以用的啊，比如说啊，这个庚午，对吧？那还有这个庚申啊，庚寅啊，那么庚呢是可以用啊，那就是庚子、庚申、庚辰，对吧？分金都可以用啊，那么还有庚寅。庚寅、庚午、庚戌，对吧？庚呢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庚对吧？那我们再看一个震。啊，这个是震嘛，对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艮卦，啊，艮复晚，是吧？那么艮卦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初爻是阴爻啊，那么它的中爻是阴爻
啊，也是一个爻。那它的上爻啊是阳爻，对吧？那么艮卦呢，也是阴阳相配啊，也是阴阳相配啊，阴阳相配呢就可用啊。那么艮呢，纳甲啊，艮是纳甲呢，艮纳病，对吧？艮纳的是病啊，纳的是这个病，对吧？因此呢，病呢啊也可以用啊。那么丙呢，比如说丙午，对吧？这是丙午，这是丙申啊，还有这是丙寅啊，丙啊，那就是丙子分金，丙申分金。丙辰、丙寅、丙午、丙戌，对吧？那么这些分金呢，啊，都可以用啊。丙的分金呢，丙的分金啊，都可以用，对吧？我们再看下一个，啊，看对卦。啊，兑上缺，对吧？那么从这里看，我们看啊，它的初爻呢是阳爻，对吧？那么上爻呢是阴爻啊，阴爻啊也是阴阳相配啊，阴阳相配啊可以用。那么对卦呢，对纳丁啊，对纳丁啊，对纳丁巳酉丑啊，对纳丁巳酉丑，对呢纳这个是丁，那丁。那我们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丁酉，对吧？丁未啊，丁啊，那就是丁亥、丁卯、丁未、丁巳、丁酉、丁丑啊，那这些分金呢啊可以用，那这些分金呢那是可以用的啊，是阴阳交配啊，阴阳交配呢。啊，可以用啊，可以用的。还有一个啊，讲了一个震卦、艮卦啊，再讲一个巽，对吧？巽卦啊，巽下段，对吧？啊，巽下段啊。那么巽卦呢，我们看一下啊，它的初爻呢，就是阴爻。它的上爻呢啊是阳爻，对吧？那么也是阴阳交配，对吧？那么阴阳交配呢啊就可用。那么巽呢，巽呢，巽卦呢，巽纳星啊，巽纳星啊，也指呢这个星啊也是可以用的啊。巽呢也可以用啊，也指呢就是说这个。艮病艮呢丙丁星啊，艮病丁星啊，那么艮病丁星的分金呢啊就是旺或相啊就可以用啊。那么甲人为夫乙癸戌，对吧？那么艮病丁星呢啊是旺相啊，旺或相，对吧？那么这里面是在干呢，有个甲乙丙丁啊，那么戊己呢？啊，还说两个戊己，对吧？啊，戊己没有啊，艮星壬癸，对吧？十天干呢，我们现在已经找出来八个啊，八个啊，记住呢，这两个啊是孤，这两个是虚啊，那么这呢啊是旺或相啊，那么艮丙丁星啊，这个是旺啊，这个是相，对吧？那么戊己呢？啊，我们在这个先天八卦里面的八个卦啊，乾卦、坤卦、离卦、坎卦、震卦、巽卦，对吧？还有什么兑卦啊？那么八个卦里面呢，没有戊己啊，没有戊己这两个出现，对吧？啊，没有戊己出现啊，因此呢，把戊己呢啊就是坤王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戊己啊就是坤王啊，比如说这个戊午。对吧？那么己呢？己未，对吧？这个是戊申啊，这个是
即有啊。那么这个是戊寅啊。那么戊或己呢啊，就属于坤王啊。戊己呢，坤王是吧？那么戊不能用，不能用；戌也不能用，坤王更不能用。那么能用的就是旺或相啊，庚丁、丁星啊，可以用啊，分金。那么这个戊己呢，那就是戊啊，那就是戊寅，是吧？戊午、戊戌、戊申、戊子、戊辰啊，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坤王。啊，坤王不可以用啊，坤王。那么己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己啊，这个己啊，对吧？己呢？己啊，就是己巳、己酉、己丑啊、己亥、己卯、己未啊。那么坤王呢？这六个呢，啊，属于坤王，啊，那么六己啊，刚才不是有人问六甲是吧？六甲、六乙、六丙、六丁、六星，对吧？啊，这是属于六戊、六己啊，都是不可用啊，属于坤王啊，属于坤王。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一比二十分级里面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比二十分级里面呢，只有庚丙、丁星啊，庚丙、丁星可以用啊。那么我们知道二十四山里面有啊阳的阳山十二个，对吧？阴山十二个，对吧？啊，那么阳山呢十二个，十二个里面呢每一个里面啊有两个可以用啊，一个是庚啊，一个是丙啊，是不是乘二乘二十四，对吧？那么阴山里面呢有丁和星啊，可以用啊，因此呢，在罗盘上面啊，只有四十八个分金啊，四十八个分金呢可以用啊，那么一比二十分金呢啊，只有四十八个分金啊，那四十八个分金啊，那么四十八个分金呢啊，就是庚、丙、丁、星啊，庚、丙、丁、星啊可以用啊，其他的呢，戊。啊，戌、坤王啊都不可以用，啊都不可以用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啊，旺相、戊戌、坤王啊。我们再把这稍微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啊。那么总结一下就是，甲人为戊，对吧？乙癸戌。嗯，戊己坤王，庚丙丁星，啊，这就是我们啊说的口诀啊，总结书上总结的口诀啊。甲人为戊，乙癸戌啊，戊己坤王记清楚啊。那么庚丙丁星随旺相啊，它虽然呢是旺啊或相啊，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呢，要用这个五行的纳音啊，要五行的纳音。那么五行的纳音呢，那就要防止啊刑冲克害啊啊，不能有这个刑冲克害。啊，也就是说庚丙丁星随旺相啊，刑冲克外克害啊，凶未除啊。那虽然它是旺相啊，但是有可能啊，它两个纳音呢相克啊，也用不成，对吧？那么就是用这个先命啊，先命呢啊，或这个纳音五行啊去配啊，先命呢啊，就是死者的啊出生的年啊，死者出生的年啊，比如说啊，死者出生的年。
那么比如说啊，1950年，啊，那么1950年呢是庚寅年，对吧？庚寅年。啊，那我们看一下庚寅年的它的五行纳音是什么，对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庚嘛，对吧？子丑寅卯啊，那么就是木啊，它的纳音呢就是木啊，对吧？那、啊、那么就是先秘的纳音五行呢是木啊。那么如果分金的，如果分金的纳音五行是这个金的话啊，那就是金克木啊，金克木啊不可以用啊。分金的纳音五行克啊，先秘的纳音五行啊绝对不可以用啊，绝对不可以用。那么先秘的纳音五行啊去生分金的纳音五行也不可以用啊。那么先秘的纳音五行啊去克啊，去克这个分金的纳音五行呢可以用啊，或者他们两个呢都是木，都是火，都是土，都是金啊也可以用，对吧？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庚丁丁辛随旺相啊，刑冲克害凶未除啊，在这个用的时候呢要看这个五行的纳音啊是克啊，那么克的话啊就不可以用啊，也不可以用，对吧？啊，那么今天课呢我们大概就到这儿啊，我们稍事呢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回来呢啊我们再接着啊继续啊，休息一下呢我们回来接着继续，好，再见。